看完50后的表演，不知道我们场下的两组选手心里面有什么变化没有？秦警官，今天这个对手不能够轻敌啊。50后、80后、90后，但是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公，把他们俩拍在沙滩上。那我倒要看看我的念江能不能把其他两组拍在沙滩上。我们有请念江登场。独来独往，不走寻常路，为了赢冠军，我一定行。B A 济宁，恭喜小江获得了冠军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念江，来自山东巨野，在独轮车的领域我所向披靡，在跨时代战术的舞台上我也会勇往直前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山东巨野，我叫王念江。主持人好，于老师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曲江丽，来自山西运城，是王念江的妻子。那之前已经把其他的两位拍在沙滩上面了，那今天为什么又回到我们的跨时代战书，想拍拍其他人？因为上次得了冠军以后，我回去加强锻炼我的独轮车技巧，我还经常看咱们的节目，也学到了很多那个答题的一些知识。我老婆只要有时间的话，她也会考考我。我呢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。这次还有什么更加挑战自己的绝活没有？这次回去做了一些独轮车，也增加了一些难度。又升级了。对，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上道具，看看这次有什么新的独轮车。这种玩法还是真的第一次见呢。哇哇，这个难，这个难，它永远都在改动厨房。是，这次又是让台下的两位见识了念江的真功夫。那如果这次如果能够再赢得冠军，准备用筑梦基金来做点什么？如果这次再能够赢得筑梦基金的话，我会给我媳妇儿买一份化妆品。接下来对着镜头向我们全国的观众来说出你的挑战宣言。独孤求败，我要成为节目中的不败之王。